生活需要一些适时的愉悦感，而这些愉悦感来自和每一寸肌肤的对话，让细心呵护到达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音。今天呢，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平时用来放松身心，然后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些身体护理产品。那如果你也想给生活加点料，就接着看下去吧。现在的身体护理产品呢，跟以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，不管是从肤感啊，还是香味，都会更加的高级一些。质地上跟我学生时代用的相比呢，会更加的细腻丝滑，也会更加的亲肤。每一次涂抹呢，都会给我带来非常美妙的感官体验，然后可以配合多种按摩手法，就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。香味呢，就像是自带的芳香精油，在家就能享受到美容院级别的 SPA。追求的呢，也不只是去角质啊、美白啊、保湿啊这些单一的功能，而是一种精致的生活仪式感。可以每天留点时间给自己，听听音乐放松一下，然后可以一边涂着身体护理产品，就可以随时享受到滋润了。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.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. 娇韵诗的这款向日葵颈霜呢，就是从我去年就开始用了。它轻盈的乳霜质地，推在脖颈上呢会很轻柔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向日葵籽油，所以用起来呢是很润的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摩擦到肌肤起到反作用。每天像这样推着按摩几分钟呢，脖颈的肌肤就会感觉更加的细腻和光滑。我还非常喜欢它自带的香气，就是那种淡淡的植萃的味道，用它呢就感觉身上的每一寸神经都得到了舒缓。凡士林的无泡果酸柔滑身体乳呢，算是我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款了，真是让我在家都能够享受美容院级别的刷酸体验。5.5%的科学比例果酸，用一段时间就会感觉身体摸上去会光滑很多，关键是肤色也会有一定的提亮，而且呢很安全，擦在身上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敏啥的。最近经常用到的一组，我原来一直觉得用一款产品呢见效快就是好的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特别是身体美白不能停留在表面，这一点呢妮维雅我感觉就做得很好。60倍的天然维他命 C 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底子里点亮肌肤。妮维雅的这款深层美白精华呢，可以让我们健康的变白。这蓝罐也是，你们别看它这么小，但是它能够一罐多用，能平时大家用它就是拿来擦擦手啊，或者当身体乳用。但其实它可以用来 DIY 面膜、手膜还有唇膜，可以在每个部位厚涂按摩，照顾到身体的各个角落。玉泽的这款屏障修护身体乳呢，是三甲医院公认的，所以用起来非常的安全和放心。5种植物油脂的科学配比，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肌肤的自愈力。像现在冬天不是特别干燥嘛，每天涂一涂这个身体乳呢，就可以大大的减少静电的产生。HFP 的这个乳糖酸身体乳呢，是那种不常见的奶冻质地，擦在身上会感觉特别的清爽，而且很好推开，吸收的也很快。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香味，就像高定香水一样很舒服，忍不住还想多擦一点。睡前用它呢，就可以每天都带着甜甜的香气入梦。自从有了它嘛，感觉独处的时间都变得丰富了。丝滑亲肤的质地呢，就可以帮助我很好的带走疲惫，让每天晚间的休闲时间变得更加的放松和舒适。加上它们精致舒缓的自然芬芳，感觉每天睡前半个小时都给自己来了场舒缓的 SPA。这两天正好是天猫超级品类日，身体护理专场呢还有第二件半价活动，姐妹们有空就可以打开淘宝或者是天猫搜索超级品类日，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身体护理产品吧。之后姐妹们也可以跟我一起打开音乐，放下手机，跟肌肤约个 SPA 了。